Kingdom Road Jam Rock Charles 是吗？是这样念吗？这是一首很难念的英文歌曲。不过刚刚我们稍微讨论一下，听说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 Blues 的歌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要回答我吗？哦，对，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。那刚刚稍微彩排的时候，有感受到这一首歌的那个困难度，所以有信心吗？这首歌？要要要。真的哦，100分哈、哦。100分。这是老公吗？对，拿相机又是男生，应该就是老公啊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就是老公在会，老公有帮你吗？在你唱歌的时候，有吗？音准，有音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知道他也算是我们的远端的朋友，远端的朋友，跟你应该比较熟啦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带来这一首非常难的英文歌，我就不再多重复一次，掌声鼓励我们的婷儿。掌声鼓励。